姐姐现在长这样，是经验增丰又壮脸。很多人说时尚是一种态度，抛开束缚去另一个国度。43岁姐姐谢金燕跨足时尚界，日前受 Vogue 杂志之邀，飞往米兰时装周担任客座编辑。但受关注的却不是衣服行头，而是她的脸蛋变化。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这姐姐精致到不行的脸，分别撞 Elva、美凤姐、李冰冰 and 刘乔安。这 Vogue 中文版杂志30号曝光12月最新封面。小姐姐穿着蓝色礼服，霸气登峰，美得不要不要的。网友就留言了：哦，好正的姐姐呀，太美了。可，但不知看官们有无发现，这姐姐最新的登峰照跟 Hebe 有点相似呢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